PH 九安琪对一厘米的执着，公开澄清身高质疑，获百度百科回应。作为 PH 九成员之一的安琪，被很多人称为是幸运鹅。在出道位固定之后，很多人认为她才是真正的皇族。其实谁是皇族又有什么关系？反正出道这件事情已经结束了。昨日，安琪展现出了自己对于一厘米的执着，她特意发博文澄清了身高质疑。她强烈表示自己的身高是158，而非百度百科上显示的157。对于百度百科的回应，安琪很开心地表示爱您。随后评论区的画面就突变了，很多人晒出安琪的搞笑图以及表情包，以表达对于这个较真的小可爱的喜爱。而今 PHE 九成团已久，据说团内的很多小伙伴已经有了新的资源了，现在大家分散开来参与不同的活动，期待 PHE 九的团综和后续专辑演唱会。比起各自发展，个人还是期待完整的舞台，毕竟刚成团不久，还是希望他们待在一块，彼此磨合一下，了解一下，增加各自的默契度，最终为我们呈现一个很好的舞台。对于安琪在意一厘米这件事情，你怎么看呢？